我想快速的更正或者声明一下，对于上几集视频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迷惑，你可能还没发现。不过，当我用一般情况举例，用一个标量乘以一行，我遇到这种情况，当我有一个矩阵 A，然后定义它为它是 n 乘 n 的矩阵，那么 A11、A12 一直到 AEN，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方向下去，然后我们提出其中的一行 i，我们称它为。AI1、AI2 一直到 AIN，然后我们继续往下，假设这个是最后一行，那么是从 ANI 一直到 ANN。当我想要找出 A 的行列式，然后这个是我写的 A，我把它称为标记错误。当我要求 det A 时，我说这个等于。我们可以往下，在那集中，我们从这行往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是从它开始的，然后我往下写，那么这个等于做棋盘图，我说这是负一的 i 加这次方，我们来做第一项 i 加一乘 AI1 乘它的子矩阵，这是我上集里面写的。那如果你有 AI1，如果你消掉这一行和这一列，你就得到了子矩阵 AI1，这是上集我写的，但是是错的。我想，当我用二乘二的例子做的时候，然后在三乘三的例子中，这个很清楚了。这个不是乘以这个矩阵，乘的是子矩阵的行列式，所以那个是不对的。而当然，你继续把它加上，然后我写了 AI2 乘以它的子矩阵，AI2 一直到 AIN 乘以它的子矩阵，这是我在上集做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我把错误的用不同的颜色写。表示它们都是一样的。我本应该说是它们每一个的行列式，A 的行列式等于负一的 i 加 j 次方乘 AI1 乘 AI1 的质加 AI2 乘以 AI2 的质，一直到 AIN 的子矩阵的行列式。乘以子矩阵 AIN 的行列式，证明的逻辑没什么改变。不过我只是要很小心，我们不是在乘这些子矩阵，因为这个会变成相当复杂的计算。这个没那么糟糕，这个是标量。不过当我们求一个行列式时，我们在乘子矩阵的行列式。我们先定义了它，用 n 乘 n 行列式的递归定义。不过我只是想把这个讲清楚。